玩英雄，玩游戏跟那个什么，那个倒还好吧，是吧？你要是觉得这英雄恶心，你其实自己去玩也可以去恶心别人，是吧？但是你得玩的出众。A A Q， 牢记 A A Q 技巧，换血永不赚，永不亏。不是这个英雄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太强了，如果会玩的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太厉害，他后期可以通过，我看他们那些绝活这个东西都是后期通过装备去。我从来都是觉得工具人英雄就是要为队友创造空间，知道吧？为输出型英雄创造空间，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就是玩工具人就要有工具人的样子。哇，谢谢小 V 啊，谢谢小 V 的九张骑士卡，感谢。哦，全尸卡，感谢小 V 的九张全尸卡，感谢。谢谢小 V， 谢谢小 V 啊，小 V 大气啊。感谢小 V 妹妹的全尸卡，感谢。增强个屁，增强，没增强哦。
我怎么不回城了？哎操！我还好。不跟他博弈了，不是他那波太那个了，还是太屌了。他如果是巨石短笔加一把长剑，我就死了。或者上一波他没被我拿到这个头，其实上波头其实跟拿了跟没拿一样的。啊！我操！这样子流，对面辅助来了。对，不要先进去，先进去我塔皮没了。344刚好够。哦，不够，差一点点，差一丝丝，12%。干嘛？哎呦，哎，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小心点！啊！我操，这都能斩到！那个皮行道荣他下来烤我，他不烤的。烤一半是吧？被斩第二个，求求了！啊，我的兵！啊！不是，那个蝙蝠我怕它有意境的，知道吧？我要过去，我杀不死它，它给个 W， 给个什么鬼技能？怎么说这啥意思呢？我要跟他说是，就是不要像这个卡莎一样，就这么点残血，还要搁着线上摁耐着，然后把自己耐死的那种。